现在要来回顾一下你2007年那时候刚刚发行新书的一些画面。因为我前两天才看到这个影片，我才想到我之前原来干过这么蠢的事情。好哟，我们现在要来准备一下，但是我要先提醒大家，你们看到的真的是他，那个不是因为技术的关系，所以那时候看起来比较窄。那也是那时候长的样子。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是因为我出了第一本书，然后出版社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很无聊的时候，那你把你书的文章拍成一个影片这样好了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就我里面有一篇书的文章，然后把它就是把那个文章然后变成影片。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个影片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。我觉得还蛮有心的、啊。就是对，到底为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10年前的十年。啊，就是十年前。哇，好瘦哦！在同一个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是在这个地方。也是在这个地方。但是等下，在看之前，听说十年前是你人生最辉煌的时候。你说最辉煌是最瘦吗？还是最……哦，你是说那个？来电数的。对，来电数。现在十年前啊，你们现在可能被挤到楼梯那边去，我跟你讲，电梯那边去了，对。你就知道现在看起来有多过气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十年前跟十年后的差别，请欣赏。对吧？就是你看，还没有后面那个商品区、哦。真的耶，而且排很远呢。对，排超远。那是我签到，真的。天昏地暗。他也是2点签到5点吧，我想。是哦，那很开心啊。嗯哼。对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是当时的一些画面。对啊，好，来下一张。怀念吗？怀念吗？不会啊，今天还是有这么多知情的朋友。也是 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不离不弃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是影片吗？好的。什么？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？你不知道这个影片吗？什么？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十年前的影片。某一个肩膀。嗯，赖永新。这是我的之前的。心就是三个金那个心。还有肚子。就是三个金排在三角形的那个心啊。名字有个姓，我是从了点，但也没什么不好。直到这时候，那个白痴发明一种该死的短小食物，硬要取名叫行星肠，从此我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外号。哦，对，我第二本书跟你有做过。就是跟这一本有点类似，年轻的这一本的，年轻的这一本，年轻的男人少了很多啊的这一本，就是多了很多比较就是无厘头或者好笑的东西这样、哦。但是就是代表你现在终于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，天哪，好尴尬，长大那到底什么东西啊？现在心情很尴尬，那我们来平复一下你的心情好了，因为其实今天有很多你的好朋友，他们想来到现场，但他们没有办法抵达，所以我们。我真的录制了一段你的 VCR， 有这种东西？有，我本来想说还没有有，我没有准备。